有人说，只要是信、愿、行三资粮具足，就可以往生净土了。但是呢，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可能造了种种身口意的恶业，那么真的只要信、愿、行具足，就可以往生净土，不受恶报吗？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往生净土啊，是靠着两种力量，一种呢是佛的，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本誓愿力，这是主要的力量。其次呢，是靠我们自己呢，也要发愿，愿生西方，自己愿意去。同时呢，要相信自己能够去，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真的。不过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啊，它的莲位啊，莲的莲花的品位啊越高呢，条件越多。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莲花分为三等九级，有啊上品、中品、下品，每一品有分为三等。所以呢，最下等的就靠信心和愿心啊，两张佛的本事愿力就可以去的。这个跟自己是不是造了很多的恶意啊，不一定能够阻止你不去。所以在经典里边说，虽然造了五逆十恶的大罪，还是能够两丈佛的本誓愿力啊，往代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以后呢，是啊，莲品是很低了，可是呢是很安全的。到了那边以后不会再造恶意，到了那边以后只有啊念佛念法念僧，只有不断的在修行。然后修行到了，从凡夫啊成为圣人的阶段的时候呢，在法院呢，回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学习着佛与菩萨的愿力啊，来救济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他一边呢是在广度众生，一边同样的也在啊接收往昔生中过去啊曾经造的种种的恶业的果报。不过呢，因为他已经呢是得解脱的人，已经是菩萨，来这个地方虽然受苦啊受难，同时也在救苦救难，而不会啊恐惧、讨厌、害怕、逃避。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也是像我们凡夫一样啊要受报，但是他们受报的时候啊等于是啊没有受报一样的，心中没有怨恨，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所以这个呢跟我们呢信了佛法还要造身口意三依也能够往生西方，然后呢还会要受报，这个道理是这样子讲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在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呢，能够不造恶意，要修三种啊福德的善意，先要把人做好，然后要发成佛的悲愿心，然后呢要持清净的戒体。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啊升到上品的莲花去，那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很快就见到阿弥陀佛，听到佛说法，很快的能够啊转凡成圣，很快的就能够到娑婆世界来广度众生。那个时候他的福报很大，他的悲愿很大。到了这个娑婆世界呢，因为他没有做那么多的恶意啊，所以不需要受那么多的福报，这是来救苦救难，而不是来受苦受难的。那么多半的人呢，成为菩萨之后啊，还是要受苦受难的。那原因就是呢，在往昔无量劫以来啊，我们呢一定是造了很多很多的恶意的，恶意跟善意之间呢，未必间的是有交集的。所谓交集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对你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欠了债了，可是我对另外一个人呢，我不做了布施了，可你们这两个人是两个人呢，我不能够把所以他欠我的债的那一个人以及我欠某一个人债的这个两个，我叫他你们去抵消一下吧。可是呢有帮助，多找了善意之后，我们呢还债的时候容易还，因为自己的本钱很多，自己的财富很多，以后呢人家来问我们讨债的时候啊，我们随时拿着就给人家还债了。如果我们找的恶意多而善意少的话，那我们自己东西没东西可以还呢，那就是 有苦好受了。所以有钱的人还债跟穷人还债是完全不一样，穷人自己也没有钱，人家逼你要钱，你逼到最后叫做逼上梁山，可能呢逼着你上吊。所以同样的欠债，有资本的人和没有资本的人是不一样。因此我们学了佛以后啊，不要存侥幸心，说反正是阿弥陀佛回来救我的，那我们现在造恶业造多造一点好了啊，造了以后还是自己啊接收的。不过呢有个信心，你已经造的恶业啊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到西方去的，阿弥陀佛。